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全球中东油田协会会长丹妮表姐。那身为海外留学回来的控油权威，要来为大家做实测，看一看雅诗兰黛 No.1 的粉底到底能不能 hold 住各种底妆的状况。那我已经先在网络上收集各种网友的困扰，常见的底妆困扰，第一名是总是脱妆，好尴尬。那来看看网友脱妆的问题大概有哪些呢？中午热天的时候去吃饭，回到办公室妆就已经脱光光了。骑机车去上班，安全帽一脱，公司都还没进，妆就已经脱光了。我的天哪，什么烂粉底！所以呢，今天呢就来亲自实测雅诗兰黛的粉持久到底 hold 不 hold 得住。好，我们第一关呢是持久防水测试。我们的 model 呢，他现在脸上呢已经先上了这个粉持久了，那我们来喷点水看看。好，来看一下到底有没有脱妆。哎，完全不脱妆。好，影片看到这边是不是想要睡觉？好，我们接下来呢上就是消防队的水柱 ，Let it rain over me， 有没有？他下面就是那种飙的是汗。来，再看一下有没有脱妆呢？粉持久完全不脱妆。好，那我们网友第二名的困扰是什么呢？黑眼圈斑点无法遮盖，失败。懂，巴克表懂，会长懂。我也有擦过那种毫无遮瑕力的那种底妆，想说啊，那个好像不是我能碰触的，那个是韩星才能碰触的。好，来看一下瑕疵这部分，网友最大的困扰是什么？自拍没有美肌的话，绝对不拍照，因为脸上瑕疵太多了。不管脸怎么遮，脸看起来都很像脏脏的，拉撒拉撒。哦，听得非常非常心酸。那接下来这个测试呢，是遮瑕力的实测。我们看到 model 脸上呢正值青春年华，所以呢有一些瑕疵。那我用粉持久呢来遮盖一下他脸上的瑕疵，用量只要一点点就可以遮全脸。好，我现在呢帮他遮瑕完成了，他的瑕疵呢已经全部都看不到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的遮瑕度实测成功。那 Doctor 表呢非常满意今天的实测结果。来，报告。等等，导演，巨星，巨星是最重要的，好吗？巨星协会会长最重要。协会会长呢今天拍摄一整天了，我的出油量呢是以全台湾的加油站的出油量在出油的。那我现在呢就拿一张洗手面纸来吸看，我拍摄一整天我的脸出油状况是怎么样。我完全不出油，这太齁懒了。用了粉持久呢还是会出油，不过呢它完全就是延缓我出油的时间。用了持妆至尊粉持久呢，这张洗手面纸上面只有一点点的油，所以呢粉持久呢永远是我最爱，永远是我心中的 No.1， 我的初恋。所以身为中通油田的你呢，你一定会喜欢。好，巨星呢会长呢要以巨星的姿态跟大家说再见。 Thank you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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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家拜拜。 Thank you， Thank you。